常给面子哦，非常热哈，但是不会减掉我们的热情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准备了冰的咖啡跟好的餐点，在天母这边中继站，欢迎各位哈。虽然天气很热，大家注意保持这个水分的摄取，一样维持我们一贯热情，加油！笑这么开心，收车。对，好，你要找位置哦，应该空间很多。Yes。好，好的。好，下来就是这样。好，出发，好，出发。是地不宜久留。春夏最新的产品 Hammer 就是他们目前最轻量最科技的产品，那第三个是 Frank 是比较属于休闲系列，然后它是一个传统一般的车子，然后它的布料它是用有120克的蜂窝型这种一个皮花的布料，它上面有直滑的钉子，所以它踩起来其实安全感会比较够。它有双面的，一边有卡，一边没卡的，这种其实都对于都市骑乘都算是很方便。因为之前在小路上面，它没有办法装在猪鼻子上，它原本是挂手把的，所以它在折叠上就会有问题。但是曜越单车出了解答，我们做了一个专属的软接座，所以它现在是可以装在小路上面的。因为你在骑车的时候，有时候你要拿东西，这样子开很不好开，它是从后面开的，它是这样开的，所以呢，其实它是你要拿东西都很方便，然后它是磁扣，所以你这样子，哎，它就锁起来，它就锁好了。好，法兰克 ，Frank 这个不错，这个休闲梯这个也很好穿，得奖的是噔噔，恭喜，红色。可能要再来一点，开心。